近日有网友吃火锅时偶遇王思聪与女友雪梨，随即将照片放在网上曝光。照片中国民老公正和雪梨大快朵颐开心吃火锅，两人桌上摆满了即将下锅的食材。王思聪与网红女友雪梨在一起，雪梨梳日系刘海有点萌，王思聪专注吃火锅。网友说，难道两个人是真爱？照片让人感到两人日常的温馨。近日王思聪携网红女友雪梨见家长，即被传出好事将近。向来好玩的万达少东王思聪之前女友管不停，但自从雪梨上位之后，思聪收敛不少。近日王思聪又携雪梨先生机场外出游散心，当天两人简单出行，一身轻松，仅靠一起看似感情依旧十分牢固。